我是刚刚联合党的112年了。9月25号，我们的文蓝皮节油号，南部的正统的蓝皮节油号 R101 加我们的 R130 双齿阿鲁蓝双蓝闪，10:36，9月25号。好，等我一下，我来打。拍完这个，我就要准备回去台北了，对吧？虽然没有抢到，但是要来拍一下，在18站拍一下，因为我之前就有搭过了，对吧？所以就你要说心情，如果就是觉得小可惜，对吧？毕竟都搭了蓝皮文博，就想要搭蓝皮也用嘛，对吧？然后这个 TPK 32202，就是人家说的混合式通勤客车。2节，然后这就是他们的工作车厢了 ，TP32869。14:07，9月25号在台东站拍摄。我们的 SP32578 开往枋寮，五批就是通勤那个蓝皮普快车，普通快车，普通。5898次哦，开往枋寮的蓝皮节哈 ，SPK32609。10:37了 ，R130，好了，全部乘客已经上车喽。然后 R101号子也给他了，因为他是优先号子。我们的蓝皮节油号每天一个来回的蓝皮节油号，在台东站始发站下午的班次，正在等待出发。10:38，9月25号哦。喜欢听我一下吗？要听我三，听我三一要听我三吗？文庄不要好，文庄不要满掉。好了，谢谢哥，那就这样，拜拜。大家再见，拜拜。